知名内衣厂商混搭泰雅族、台湾族文化制作广告，引发族人团体不满。联署抗议后，广告下架，但期间对族群文化的消费以及伤害尚且来讨回。针对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，原民会日前再度核定四项专用权。原创条例通过超过十年，至今受理了110案原创专用权申请，却只通过11项申请。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？请锁定本周六晚上8点的《部落大小声》。